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最后这一个大家想要诠释的。瑶瑶刚刚是有点惊讶，对，有点够因为我常常演戏演到就是男方没有跟我沟通好，所以我的心被惊吓。对对对，所以我现在被求婚的反应惊吓，这样吓。对对对，我也是正常女生的反应。那祖祖，刚刚是双矜持，你看出来吗？我觉得你。等一下，对，在心里面暗爽，请大家一定要锁定完全省钱恋爱手册。